嗨，大家好，我是大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的 IG、FB、Twitch、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今天要介绍的角色是登场于天际劫手游中，身份是玄冥教的头领幽皇先生一手养大的玄冥教圣女。李幽的职业是宙斯，属性为暗。天赋的部分，六星的情况之下，与携带有害状态角色作战时，对战中法攻、法防提高 15%， 行动结束时，对3格范围内随机4个敌方角色施加1个随机有害状态。5念的部分，灵运石不够的玩家，主点下路到底就好，要拿牵引追行与金翅莲华这2招打 PVP 非常好用。灵运石足够的玩家可以点上路的部位断身，再走下路。不过老实说，李幽这只角色，如果你有打 PVP， 还是建议上下路开通。阵法的部分，幽冥夜华阵上阵李幽和至少2位暗属性英灵石激活战阵，所有我方上阵角色误攻、误防、法攻、法防提高 15%， 攻击携带3个以上有害状态的目标时，伤害提高 15%。但这阵法很吃敌人要中 debuff 就是了，个人觉得偏难用。魂石的部分推荐使用朱焰魔火或妖术师。朱焰魔火3枚的效果，使用绝学时伤害提升 10%， 使用范围绝学时伤害额外提高 5%。妖术师3枚的效果，每当使用绝学， 50% 几率使该绝学冷却时间减2。饰品的部分，头部推荐绝品翡翠骷髅，法攻加 5%， 气血加 5%， 主动造成伤害时 40% 的几率施加1个有害状态，而其他部位的饰品就去找增加法攻、气血以及几率性让绝学冷却的饰品就对了。技能与魂石搭配，推图或 PVE 技能可以带部位断身或幽影幻身，加锁骨鞭伐，加符力咒或暗之力。我个人比较偏好会带部位断身，加锁骨鞭伐，加符力咒。不带暗之力是因为敌人身上要2个 debuff 才会触发到。不过如果队伍中你有带11并带上符力咒，那就可以换成暗之力。而幽影幻身对战前可以对敌人施加晕眩，但前提是敌人要有2个 debuff 才行。部位断身的好处就是战后可以回血，锁骨鞭伐则是战前对敌人施加幽雀，得到此状态会无法获得治疗且无法驱散，但此招需要敌人已经有2个 debuff， 法穿才会提高 50%。PVP 的话，技能可以带牵引追行加幽影幻身或绝破之阵加金翅莲华。当队友往敌人方向去时，李幽就可以放牵引追行拉到队友旁边，并放金翅莲华。金翅莲华的效果是施加1个随机有害状态，并对宙斯和祝由额外施加封咒状态，持续1回合，这样就可以把对面的风铃声直接封咒完全废掉。技能搭配的部分还是要看各位玩家遇到的关卡以及搭配的队友去做决定。以上点法与技能搭配仅供参考，玩法很多种。总之，李幽通过天赋与技能可以对敌人造成大量 debuff 的角色，加上金翅莲华恶心的封咒，所以 PVP 带上李幽真的很好用。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的 IG、FB、Twitch、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